天下第一名撒。这边的话就是湖南登封嵩山少林寺，嵩山少林寺闻名天下嘛，是吧？门票70块钱，今天去进去参观一下。这里面就是少林寺了。拍着我照相了啊，10块钱。一身那个少林寺的方丈啊，是因为今天就是坐在这里，还是哪一个位置？进去看一下。释永信的话是中国第一方丈嘛，当年的话不是传闻他那个包养北大女学生嘛，还生了小孩子嘛，是吧？以前网络一直传得沸沸扬扬的，进去看一下。这里又还要念票了。外面念票又还要念票。全站票30的。全站票。该站在本站点不可以。年证不可以啊。本地的年证不可以。年证不可以。全站票。没去干啥去吧。我的年证都不可以。功德箱。龟山朝圣，新加坡体育协会。你看到这边立了很多这个塔碑啊，碑石，万国来朝啊，是吧？这个嵩山少林寺太出名了。这个石碑是美国少林武术艺术中心，少林朝圣。那圣地，你可以找个导游讲讲啊，一共60块钱。这也是美国少林体育协会。这个银杏树呢？1500年。哪个附近的？就几千年了，也是个大银杏。就从这个进来是大概需要40多分钟，七座大殿讲完以后，因为它那是个木头，讲完以后天下第一祖庭啊。这少林寺古迹还是挺多的，那是太宗文皇帝一所。而且加封13寸僧养路朝玉官，咱们也不知道之后的范浩鹏成何人身世，永远留下了少林寺史。钟楼。
先给。我们现在没钱都没带，可以微信，可以微信啊。这上面呢就是大雄宝殿，这边就是大雄宝殿的背后。崇经阁，是原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，很多人看了藏字就说这是错字吗？这可不是。藏物堂吧。哎，那方丈院不是在哪里呢？方丈，这一栋房子的话，应该就是那个试用性居住的地方。看一下，现在门没锁，应该是有人。这一栋楼的话，就是中国地方丈那个试用性居住的地方。当年的话，施永信不是传闻说那个包养北大女学生的事吗？是，但是究竟是真是假的，我就不知道。反正现在百度上的话，还是非常多这方面的事情的文章，是吧？说他有多少个亿啊，在国外，施
施永信这个方丈呢，非常会做生意，他把整个少林寺当成一个生意来做，是的。那个站在那边的是应该是工作人员。那门没锁，应该里面有人了。月树，然后这个呢是七叶苹果，现在长这么大，长大的时候没长那么大。哦，也会长。咱们手上七叶苹果，金刚珠，白玉。哈哈哈哈哈。装的那个白玉珠呢，火焰挺大的，一打开就这样一个出现井然，到井然之后咱们就回到这个七叶苹果里头，情况就是。是十三年一代二十八代。那都是装吗？不是，后面有点进来的时候。那是南湖的少林寺，当天晚上呀。西风圣人。西方圣人是什么意思？法印高体还是提高法印？怎么样？雷电姐拍那部电影？就这儿拍的。就是在这儿拍的。啊。脚坑有深有浅，代表他们功力不一样啊。嗯。然后。你说这是真迹吗？对，这是真的。啊。然后你看一下三面墙上的画像。啊，明朝流传至今的五百罗汉图，啊，从明朝到现在留着的，四百多年，啊，然后你看这五百罗汉图的颜色，是不是有的颜色特别清晰？对呀，有的颜色你看特别黑，现在还能看到。你看有的脸部什么你都看不到，啊，有的脸部如果你都可以看到，对对对，看这个，看到了吗？哦，对，它叫迎宾佛，迎宾罗汉，啊，我看这像是粗的，是到天下客。但是这武汉楼上跟你讲，它有个特点。你看一下它这个树，你看一下它这边有一个个凹，你看一下它，这个一个个手指凹，是吧？那网络上传闻的话，它这个凹的话，就是那个少林寺和尚练那个一字盘按出来的，就是每天呢用手指这么按按按。少林功夫一直藏按出来的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也没有当面见到你，好几个你。看上去的话是手指哦。全部人在摸那个什么龟头，摸这个，摸那个。这个石碑是什么年代的？字都看不清楚了。这么多小金人。
应该是来金信的吧。哇，来了这么多小孩子，你看，全部穿着金装了。嵩山少林啊，武术馆。天下功夫出少林啊，是吧？这上面的话就是嵩山少林武术馆，好像是有表演。这里面的话就是看少林功夫表演的，我准备也进去看一下。很小的时候，就是我也有个那个少林梦嘛，跟梦想着来少林寺里学习那个少林功夫啊，是的。今天的话，终于有机会来看一下这个少林表演。跟这些少林功夫合影的，来，我来看，我来看，一、二、三，高龄站起来，好，漂亮，啊，抓紧时间了啊，现场这样子，哇，好多人啊。